他们怀揣着梦想在星梦剧院的舞台上闪耀夺目。今天他们将会在公演结束后进行一个抽签仪式，抽中的人可以在总选举前得到一个宝贵的机会，一个可以在新的舞台上挑战自己，让更多人关注自己的机会。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企划，他们既兴奋又不安。我也要准备一下。我店去哪？我觉得是奶茶店。一路上以为自己是去奶茶店体验打工的汪树，好像提前进入了角色。好，欢迎光临，请一下。刘店长在吗？在的，请。刘店长你好。结果汪树来到的是沪上知名的小龙虾店，可是说好的街头呢？为什么要骗我？还不如去奶茶店。鸡蛋仔吗？我很喜欢吃鸡蛋仔来着。没错，去奶茶店体验工作的其实是一家爱，让喜欢吃鸡蛋仔的他激动万分。不过面对人流量随时爆棚的人气奶茶店，他能顺利应对吗？汪树和一家爱现在都已顺利来到了今天工作的场地，换上了全新的工作服，站上了新的工作岗位，在店长的带领下开启了崭新的一天，加油吧。那这边是我们的菜单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你好，有什么想要点的吗？这里也有菜单。你要看看，你不要这个。好，这边有我们店比较经典的丝袜奶茶，然后很多人也喜欢喝。体验跟大家一天下来，跟我们大家一起共事，好吧？我们欢迎他。我们要学习他的那个笑容啊，其实他笑容还是比较甜美，然后比较舒服的。晚上看你表现喽。好，加油。好，归队。你好，有什么想需要的吗？你好，有什么想要喝的吗？你好，请问有什么想要的吗？你好，请问有什么想要需要的吗？这边也可以看哦。饮料的话，我们家是丝袜奶茶是比较出名的，这几款都是我们家的那个比较经典的产品。然后现在夏天如果想要比较凉快的话，就后面这些夏日特饮。这就是我们的厨房，很重要的厨房，人的工作地方在这边。要戴手套，这个是我们每天都是要去做的事情，一个就是刷龙虾。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。你会害怕吗？我不会。啊，竟然是活的，我第一次见到活的龙虾。可是我还觉得这有点太残忍了。它的背有没有不是很残忍的活？我能感觉到它在我的手里面挣扎。阿姨，你一天晚上要杀多少盆啊？是啊，要杀十盆都不止。哦，戴手套剪吗？戴手套。尸体，就是断了的胳膊腿啊什么的。我以前都是我妈给我剥好我才吃，就是这怎么说呢，好吃是挺好吃，但是我懒得剥。没事吧？我真的是在做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，
就把它的壳剪开。我妈要知道现在剪龙虾，她肯定都不信。我希望那个高模的时候，它好烫，好烫，幸亏有手套，还是好烫，我都好疼，所以你知道我剪到它的时候它有多疼吗？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他就要变得强大，就是为了有能力保护自己，还有保护别人。没有反应，哎呀，然后是什么？然后结账在哪？你好，等一下叫号。巧克力味鸡蛋在，为什么不理我？其实平时觉得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事情，其实很难，因为什么？别人点单，鸡蛋仔，你要原味的还是巧克力味的？原味的还是巧克力的？丝袜奶茶冷的还是热的？热的还是冷的？冰的。哦，好。柠檬柚子茶，冰的还是冷的呀？你要冰的还是冷的？整个人傻了，在旁边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。冰的还是冷的？来，冰131号。啊，不对，冰的还是热的？不好意思。后来那个人还认真思考很久，说冰的跟冷的不是一样的吗？来冰79号，原味鸡蛋仔15块钱，收您50，找您35，请等待叫号，谢谢。哎，刚刚是多少钱来着？我是不是忘了送公仔？吓死了，我准备点单。一份还是两份鸡蛋？一份鸡蛋仔，然后把刚才的两份鸡蛋仔，一份鸳鸯面。两份鸡蛋，一份鸳鸯，30+12，40，42，100减42，等于5吗？啊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晚上好，欢迎光临。好，晚上好，欢迎光临。对，就是要这样。晚上好，欢迎。晚上好，欢迎光临。没有预定的话。没有预定，怎么办？晚上好，欢迎光临。我帮你看一下。姐姐，这怎么看？六个人。六个人。稍等一下，还没出来，不好意思。刚才再等一下，你可以先想想看吃什么。夜幕降临，严明君抵达网鱼网咖，将进行夜班的工作。从来不碰电脑的他，能招待好各位网友顾客吗？如果有顾客需要服务的话，就是他会按那个服务铃，然后这个表会上来。嗯。就比方说。这是前面41号教练，他会震完之后，然后这里是目前有那个每一台机器的号码，然后其实还蛮好记的，有顺序的。那边是12345678，双人情侣带帘子的，那就是带帘子的那个。这一排开始是9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边开始是49，它是这样一圈一圈来到那个49、55、55、55。然后再是一圈，然后再是一圈，然后这里是87。这边开始91到100，91到108，对，109。109是最后的14个黑毛，然后再后面是最那边的那个，这个先再是这个玻璃房，再是那个玻璃房，就是128台机器。那个能不能麻烦再休息一下？对不起。我要开始端菜，现在开始就是炒菜。好，炒菜这边要点记住台号，好吧，千万不能上错菜。好，刚才台号还记得吗？嗯，没跟你开玩笑，记得吗？嗯，记得吧。算到303，303，好。然而我并不记得303在哪儿了。他刚刚怎么教的来着的？303呢？给我好了，辛苦了。原来303在这儿。
好的。然后这个走到307。307，好，就在这旁边。103。好的，我知道。这一盆真的好大，而且它好重。B， 我现在已经能很轻松的找到 B 了。嗯，我被说是很可爱的服务员。什么？怎么叫来着？来宾哦，来宾81号，来宾82吗？来宾82号，来宾84号，这边买，等一下会喊号，请稍等一下，谢谢。116号，120号，咸宁七，117号，126号，120号，120号，小朋友的吗？你是多少号来着？哇，我要疯了，不能都让我喊。这家店的人气特别高，店主也是好心想锻炼一下我的那个自己的能力跟勇气，然后让我同时一个时间段去兼顾两方面，我觉得店主也是蛮好人的。156号，哎，去哪了？146号，154号，来宾144号，来宾144号。这位先生不好意思，袋子给他装一下。带袋子。为什么让我一个人来呀？这是在整我呢吧？106在哪里？105是哪儿来着？干了半天，我现在连房子都没钱呀，好开心啊！他这儿的每一个桌位比较难记，然后本身我脑袋也不太好用，然后就老记不清。这里的员工也一直都在帮我。等一下，先让我看一眼。看你多看一眼。这一块是情侣的，然后这一块是对战的，白桌子，日式包房，稀里呼噜的。你等一下，这个是干啥的？等一下，这里是哪里来着？日式包房，小黑屋。欢迎光临，王开，一起来。哦，你只要喊的够响，你别听得见就可以了。嗯，好。欢迎光临网鱼网咖，一起来更精彩。嗯，欢迎光临网鱼网咖，一起来更精彩。天哪！就先逛呗，对吧？就先逛逛。在干什么呢？都玩得好开心啊，并没有什么可以。这里都好干净啊，完全没有要整的地方啊，好干净啊，都。还有吗？您好，问一下这个还需要吗？不需要。哦，好，那我收了。好。干成功一个事情。嗯。然后呢？店长，麻烦问一个很蠢的问题，如果客人走了该说什么来着？对不起。哦，谢谢光临。好，对不起。那个我并不会用电脑，然后他下载了一个东西到桌面，然后他那个并没有，对不起，我再过来看一下幺幺。哦，谢谢，欢迎光临网鱼网咖，欢迎光临网鱼网咖，一起来更精彩，欢迎光临网鱼网咖，欢迎光临网鱼网咖，一起来更精彩，欢迎光临网鱼网吧，网咖，我好傻。嗯，小，我觉得我现在当务之急，我还得先记一下这个。我终于要吃饭了，好多啊！地方比较小，所以没事。做餐饮没有办法的，因为客人在忙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。要工作，所以我们吃饭都是要错开的。我以前就觉得，就是去餐馆吃饭的时候，就是看服务员嘛，就觉得他们很惨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前吧，刚出来的时候工资只有400，没你哦。刚出来的时候，在北京，
你怎么坚持下来了？北京物价那么贵。对啊，刚开始很难，想放弃啊，然后慢慢慢慢的，我觉得在每天的工作中，我能懂得一些东西。吃饭的时候跟店长聊天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就是他的经历。虽然他现在就只是帮别人开店，其实我觉得再过不久他也会拥有一家自己的店，就是有梦想，然后朝着这个梦想努力，然后去实现它，真的蛮好的。然后今这个就是你刚刚用心去刷，然后又用心去剪的那个小龙虾，所以真的好香啊！可以作为一个小礼物送给你，让你亲手尝一下你自己刷的虾跟剪的虾。超级香，我感动都要哭出来。你趴在这边吧，这个是那个蒜香的味道。我连普通的虾我都不自己剥。对对对对，剥着自己刷的虾，新的虾会特别的好吃，还是都要早熟一些。好吃的我都要哭出来了。做自己的，没交给你了。我小时候什么都没干过，我感觉如果就是我，咱虽然说当偶像的。就是是我现在的工作，但是能体验到不同的生活也蛮好的。不然我感觉如果一直在家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就有这样的体验。好了，我觉得你今天可以了。真的吗？对。然后你所有的整天所有的工作下来，出乎我的意料，非常的棒。来个拥抱。谢谢谢谢。非常好。姐姐辛苦了。你也比你更辛苦。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我的舞台交给你。好，你可以当它是你自己的舞台去发挥，让大家记住你，好吗？好。各位亲爱的来宾，耽误大家十分钟的时间，然后我介绍一位我这边很特别的一位员工，他今天一天都在我店里学习。接下来我们大家用掌声欢迎他。获得店长肯定的汪树和易家爱顺利得到了表演机会，作为 SNH48 的代表，他们纷纷向客人展示了少女偶像元气满满的表演，收获了众人赞许的目光。而另一边，走错了，我好蠢。谢谢光临，先生你好，问一下这个还要吗？不要，好，谢谢。刚来这儿吗？啊，刚来这儿吗？啊，嗯。